也就是曾经唱过166首，当时他唱的时候才11岁，他现在已经16岁了。OK 如果唱得不好，希望你们也不见怪哈。珍妮给我这个机会能够站在这边，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他。我心里讲一句真心话，我看到珍妮每一场这样主办真的很成功，我心里真的是万恶分恶，那个真的是好像感觉说哇，他每一场的主办真的是很成功。来给我们珍妮小姐一个掌声，来，谢谢珍妮小姐给我这个机会站在这个台上，谢谢谢谢。大家好，健康。Okay.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祝你们万事都如意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网友。